大家好，这里是香香囊。前两天俺东西啥都搬完了，然后空调本来都歇掉了，说拉住了，不知道为啥房东给俺门锁了。锁了，让今天俺的通知俺说给门开开了，叫俺给空调拉走了，看哈走吧。然后就想把等着用了还看哈。现在把这空调拿走两个。这俩现在一拿走都没了是吧？嗯。一块。这公司刚发完那个要求，给这他们的表示的弄掉。嗯，超电的人家表示的弄掉。忘了。张楠先解释了。还有线呢，海报也需要截掉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就剩一个空灯箱了。这不知道那家是哪的呀，那边我在一直耗了几万呢。到时候保安过去接你，可快，马上。啊，好好。去。还不，我吃完饭直接去喝胡辣汤都不想喝。就我在那吃的，我在吃泡面几百多种。好了是吧，哥？还要跟俺爸打电话说一声。快死了。缺水。嗯。小哥，你忘爸的电话吗？有是吧？那中午再给他说一声。你去喽。我下午过去吧。下午也中。我这两天有点活，我赶着我给他送。中，我给他说一声去。好，你说慢点哈。好了，这次弄浪里了，啥都没了，该走了，走吧。到家了，去叫人吧。走了。哎，主播。来了。真快啊。等着了，估计。电钥匙上我兜里了。嗯。猪姐最近喝瓜子上瘾了吧？我说喝瓜子。是啊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黄焖鸡。哇。哇，这是我的那筷子，好诱人呐！哎，对对对，好的，茄子看着也不错。好了，走吧，我有点吃啥。